因为它是四年以后进的线，每一个监宽，不到知道哪一片是哪一个监宽了，顺手做吧。它没有的那就正常做。有，有，四个肩膀，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个肩膀是哪个尺寸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它没有什么那个，你把它就是按照你说的正常做呀。因为我现在不能正确的量尺寸了，顺手做。因为它又没写哪一片的尺寸。没有什么人能问了，问的每天你知道吗？我说在吗？他说在。然后东北我看他们两个谁先回嘛，然后他先回的。我说你转300块钱用用。付掉了291.9元。那么新客户嘛，送了两瓶玻璃水。啊，这个是后退哈，这样后退。我来弄下来，弄给你看。嗯。好像具体该怎么优惠嘛，他也没说我听。他想说我听，我说你不要说，你说了我也记不住。然后他说：“那你扫这个二维码嘛。”我说：“我下次再来扫吧。”我想我下次也不来了，那么远，我怎么可能？刚开始做的时候，必须要把这个粘盘起来，粘盘上面。这个东西是控制的，这个粘盘向后退，真的。前进的时候就转这样是前进。后退。后退的话，把这个手肘这种挠。啊。这个一定要按住，一个手肘头按住，这样后退，这样后退。前进的都没有关系。啊。我说你要没来。都是五点了来考，你的手机上都是英文，就跟他们。